在這裡唱歌不一定都是神經病的，我叫做醬爆。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名人鐘錶珠寶邊身框。今天介紹一款比較奢華少少的腕錶，勞力士的 GMT Master 2 116769 TBR6。 我侏儒老和尚不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舞蹈家。這款腕錶毫無疑問在視覺美學上是令人振奮的，腕錶採用了最優質的材質去造成， 18K 的白金和將近 30K 的明亮色切割鑽石幾乎覆蓋了手錶上的每一毫米。而錶圈也是由 18K 的白金製造的，並雙有方形切割的鑽石。而錶盤最引人注目的重點之一就是那個小波浪都是用鑽石而去製造的。大家再細心看一看錶鏈上面，即是錶帶中央的鏈節上面都是覆蓋了方形切割的鑽石，所以大家可想而知是有幾奢華。好啦，去到最尾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段影片，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去找我，下集再见，拜拜。